这是一张非洲地图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呢？警长，情况都拍下来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想逃跑，没那么容易，绝不能让一只耳逃掉。 这样的速度，我3天之内就可以到达舅舅家了。 天气太热了，让我去喝点水。
饿极了！啊，糟了，地图丢了，怎么去找我的舅舅呢？嗯，先让我找点东西吃吧。啊，这下我可饿不死了！啊，小偷！啊，哎哎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下回不敢偷了。哎。 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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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Reba.跟我冲！你冲！让我去看看。警长，警长，班长向你报告，一只耳带领一群歹徒冲进了派出所。报告警长，我给你点厉害看看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暗室的钥匙交出来！哼，你休想拿到！我要你的命！好兄弟，你安息吧。班长，真是好样的！我们一定要把坏蛋全部消灭掉。啊，是这样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猫鼠在哪儿？吃猫鼠，吃猫鼠，吃猫鼠可喜欢我了。吃猫鼠，吃猫鼠还跟我跳舞呢。去你！跟我来。执行第二命令，快快躲起来，躲起来。都跑哪儿去了？你们这些坏蛋逃不了了。老子在这儿呢，你们谁敢过来啊？戴上防毒面具，跟着我向左前进。哈哈，这一下你们可活不了了。教教，让我也喝一口猫血好吗？行，让我来先把猫的血管切开。嗨！
我今天怎么碰到鬼了？不是鬼，是防毒面具，懂吗？把他们都压下去。哎，你跑不了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快跟我走，那有暗道，快，快下去！哎，哎，你看，海滩，海滩注意，我是警长，加强海滩防卫。海滩明白。哎，舅舅，快！你看，报告警长，强盗在推船下海，严密监视，绝不能让坏人跑掉。是。立即停止行动。我们就要开枪了。让我们骑上它，黑猫警长就追不上我们了。嗯，怎么发动不起来？你们别枉费心机了，火花 C 在这儿呢。我们完了，快投降吧！废物，胆小鬼！哎，好啊，他们没戴上防毒面具，倒是个好机会呀。好。